財嘅財神啦。咁誒，仲有一啲咧就係調味啦，調味就係有一啲雞湯、砂糖同埋蠔油粟粉麥芡嘅。一边咧蒸紧嗰个光耀柱羊嗰个意大利瓜嘅吓，蒸紧。咁呢边咧，我哋咧就将啲菜咧就落一落佢。跟住咧，亦都将啲发菜咧落去喂一喂佢。各位梁廚美食的聽眾觀眾啊，咁啊，今日做好咗依一個菜啦，依個係新年嘅賀年菜嚟嘅，叫做誒光耀柱柱寶羊呢一個意大利嘅瓜環啊。嗱，今日俾大家整個 close up 睇下，依啲係意大利瓜嚟嘅喎。咁咧就因為佢個顏色比較青綠啊，而且食起上嚟都幾清甜。比傳統我哋用個節瓜嚟做嘅咧，更加好食啲。好啦，今日中間有啲發菜啦，有啲菜心拌下，仲有我挑咗一啲咧紅蘿蔔嘅金錢花，趁翻而家過年係嘛，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財源廣進啦，啊大家今年咧就賺多啲啦，可以有一個加人工啊，仲有就係即係。恢復翻我哋嗰、那個秩序啦，嚇、啊，即係嗰個正常嘅工作環境啦。好 ，OK， 希望大家都中意。呢個係2022年嘅新年菜譜，柱寶羊意大利瓜環。多謝大家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如意，開開心心過一個歡樂嘅虎年。OK， 拜拜。Thank you.